呢计划哦，可以吗？Yes，可以改，可以改。好，我今天来改这台暴君啊，这暴君还没有改到。What's up？OK，这个护具升级到满了，刹车系统，哦，引擎机体，它只是有类似整流罩没有？我这样遮起来就不好看了。我改这个好了。Oh, strap yourself 这个整in. 流罩是什么？旁边的侧板的。哦，前挡泥罩呢？哦，这个好。那油箱，啊，油箱是上面那块，看一下。好，这当然是要用这个啊，这个比较帅嘛，对不对？Look at that. 那车灯，是哟。我看一下涂装啊，它的基本迷彩是长什么样子啊？看不太出来啊。哦，比较大面积的渐层色，那迷彩是长这样，看起来还是这个颜色好看，都会战士。Gotta put your mark on. 给后挡泥板看一下，哦，为什么它是有珠光色红色吗？那灯光照下去会有红色反应啊。OK，这个喷漆我换一下，主色调的部分，一个亮金属。虽然说我还蛮喜欢黑色的，现在只是大家看一下它的配色而已。哎，其实红色也还 OK 啊。Just right. OK，然后副色调的部分我看一下哦，然后给它黑色好，红跟黑。Work 哇哦！OK，这个座椅有什么？原厂长这样子的，韧性、简约。Looking damn fine. 诶，还可以卖掉。变速箱。Gonna have a real kick on it now. 哦，它有武器耶！它原厂武器是机关枪啊，还有飞弹。哇，期待飞弹，飞弹，飞弹。车轮呢？原厂怎么这样子的？我随便换一个啊。Beautiful. 等下，我的后轮也一样用路上飞人。OK，这个轮胎这个款式啊，客制化轮胎有那个字啊。哦，有字That's you said. 比较像样一点。这烧胎用红色啊，搭配我的车身。OK，这个车子就改到这边了，我去试乘一下。是不是很赞？超赞的。OK，这个东西在道路上骑的时候啊，按叉叉可以把那个翅膀打开，有没有？那个打开可以收起来。那按那个跟那个什么火箭狂雷一样，按住那个蘑菇头，它会往前飞啊，来试飞一下。翘孤轮，然后按，啊，我摔车了，我太慢了啊。雷残，我再试一次，太丢脸了。飞呀，飞，飞很高，然后它下降的时候，车头再往上。移一下就会稍微滑行一下，这样。OK，它下降了，再给它加速，飞起来。哇哦！如果你停止放，就是你停止不去压车头的话，它就会掉下去，像这样掉下去。我先，因为它没办法有那种降落伞，所以它只能用滑行的。
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呵呵，差点掉下去。如果我这个时候放把它缩下来会怎样？就直接往下掉了。所以它的翅膀还是要打开啊，如果把它收起来的话就累残了。哦吼！打开打开，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！哦，哇塞！我觉得是应该降落的时候我选的地点不好，技术好一点的话就不会累残。要准备要起飞啊！飞呀、啊，飞呀、啊！哦吼！哇哦！放风筝的感觉不错，这样飞。然后它可以射击枪，连续这样射击。OK， 这台车就要到这边，那我去开另外一台车出来。